的侯赛因·侯赛尼，也就是今天的首发门将。那这名门将是跟随伊朗队去打过2022年卡塔尔的世界杯，但是他的表现并不是特别的很来主罚。这下门将拍了一下，外围球还没有丢，转身强行的传中，还有机会。三名伊朗队员在左路的配合，空间比较狭小，这下球被断了。还是塞加拉尼和队友寻求配合，身体非常强壮，这下的背身在外围并不着急，毕竟中国香港现在的两线压缩的是比较紧的，球的明显更强的技战术水平以及个人的能力，而中国香港这边确实踢不上来，中场刚才是稍微有点脱节了，转到左边，这一下幸好没给过来。中国香港队这边可以推快速的反击了，转移又是找到了左边，再往前，这一下球给的稍大了一点，中国香港队队员的左路的起球，这下在门前，射门队那边是已经1-0领先了。这一下断球成功了，给到中路，左路第一时间队友没有插，所以说第一下是没给出去，很耗气，向禁区内传球，在门前有机会，这下打门出界了。在下半场刚刚开始的时候，中国香港队取得了领先。鲁鲁这下的直接起球给到中间，第一下是没点到，再转到左边，1-1，穿裆的过人。这一下从中国香港队队员的反应来看的话，其实感觉大脚直接往前给，好，自己球是没停好，这一下的铲今天在杭州的上城体育中心体育场，来门将西加荣第一下脱手了，好在自己的队员也是上来赶紧把球给出来了，有点跑不动了。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87分钟，目前中国香港队还是1-0领先，留给伊朗队的时间真的不动了，速度的过人往里给，这下球也能够这边要小心自己的右路，对方又是选择直接往里抡，这下被封挡了，一点头球还是被解围了，连续的头球摆渡，大脚的解围，伊朗队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大脚往前给，这下右路抢下来了，转身将球给解。中场呢是14号于在炎以及10号孙铭谦和6号场上队长胡金明，锋线搭档是。日本队右路的一次传中球打到门前，聂川俊想要去起脚，被防守球员贴，所以对于在这侧防守的包括黄浩俊啊和他身后的队友就压力还是挺大的。胡金明的界外球很平啊，又平又快，看看外围直接来一脚远射，有一个折线，定位球的一次失误造就了日本队刚才的这次进球。小见杨太入进去，这个球卡位卡得非常好，这次边路2-2，转身回脚回来，直接一脚斜长传送进去，日本队还是拿到了皮球，而且我们看年川俊那些摆脱，这下保护吧，看看中路这次拿球，这向太送直线有点危险，好在一前一后啊，这个防守还，但是还是这个小细节对吧，张喜贤刚才这个球如果能够合理的把球控制住就好，那切最后传中后点，看看往左路的传球，小金杨太给到身后队友，这次插上进攻非常有威胁，这球扣回来之后1-1变向，右脚传中到后点，
好在在这个位置上更新一下场上的人员体能的状况。弱，于代言回敲之后，皮球发展到右路，能不能跟中路形成连接啊？于代言，中国香李彦廷，我们看他这个右腿啊是绑着厚厚的绷带，小外脚背往里送，还是给到了日本队球员的脚下，好的掌控到一点，但是第二落点如果控制不住，没有办法连续的把这个球倒起来的话，是很难组织起。看看这脚传球，随后外围远射被挡下来。Disciplined performance again, and Uzbekistan are already causing problems at the back. She opened things up. Of course, you can't turn and twist and close down as well as you might in these types of conditions. I don't think it's one that he personally pushes. Shamsiev. Hong Kong again. Clear the lines. Or one has come, so has two.Hong Kong to get forward, number two. Going off on a dribble, Koshimov. The ball forward, Georgia.Tapped on by Orr. Working off.中国香港队压抑自主，提前预判了对手的传球线路。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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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